还没到时间呢。光芒来了，光芒来了，有光芒了。太阳，今天是2024，3月17，早上，太阳出来了，在基隆河右岸，长寿桥跟彩虹桥中间。提防的楼梯拍摄，在台北市，这里是南港区，哦，别笑笑的拉进来，别笑笑。光芒照啥？有光芒了。看个一只咧飞来。亮起来了。Thank you.